金先生哦，大家都知道，对，为什么？没有，真的要跟大家介绍一下，他是我们的歌坛，因为非常我开心，我永远都记住。上一次他在国会有自己替我们说啊、电视啊、做一些方言的节目，就是他帮我们争取。就是你的关阿姨没有戏拍了，真的。我是拿出看电视机嘞，那你去不花钱的福建啊，去福建瓜，福建你隆重要帮我们争取的，真的。谢谢市长给我们的推荐，老人家都会很感谢。哎呦，你很红嘞，你知道那个另外一位阿姨哦，哇，崇拜你，崇拜到好像偶像这样，也是我们歌台的一份子。对啊，哦，不要讲他的名字，叫做许琼芳哦。真的，他就是你的居民，对，他的居民，崇拜你，居民，谢谢。听完了我们这边大哥如冰给带来歌曲之后呢，节目继续呢，我们要请到了接下来这三位。哇，厉害了！